今天黄老师没来，本来这是值得高兴的事，但是他偏偏交代了作业，要同学们在毫无课时练习写毛笔字。写什么字好呢？嘟嘟拿出习字簿，往旁边的室挨。嘟嘟一直以来都有肩膀的问题，没什么同学愿意和他做朋友，因为大家都没耐心听他说话。这时，一阵喧哗声从课室外传来，有好几个人走进课室。他们经过东东的身旁时，故意撞了他的桌子一下。东东不好再写装一字，就像换新的尾巴。很快的作业纸，东东拿掉去。哎呀，东东结巴的说不出话来。我怎样了？伟豪故意模仿他结巴的样子。他还特意走路一拐一拐的，模仿着学子走路，马上引来哄堂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家都明白怎么一回事，因为东东的爸爸是瘸子，在市集卖黄金的。我怎样了？有人要哭了。跟你干洗，他家里的毛巾多的是，用来擦眼泪最方便。来看呐、啊，来看呐、啊，三届十令级，一届司令级，快来看呐、啊！该道歉的应该是伟豪。